我们是升糖咖啡。什么叫升糖咖啡？不知道，名称罢了吧。不然什么叫升糖？喂，大胆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负责找食的熊胖，我是一直吃一直吃蛋糕吃的菲菲，徐翔。我们今天要来拍好久没有拍的美食过客，好久不吃。我们的美食过客会出现的时候，大概都是春天或者是秋天。因为夏天很热啊。啊，冬天很冷啊。冬天，啊，等一下观众就留言说，那干脆你们就不要拍好了。我们今天要来北屯区吃什么？我们今天收集了一些网络上都还不错的美食。啊哈，网络上。听说，我们今天就来去吃吃看这些美食到底好不好吃。Go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家叫王爷王肉羹。那其实它这也是北屯早餐就可以吃得到的东西。对。然后我们今天点的是它的肉燥饭，还有它的米糕，以及它的招牌肉羹，它的鱼翅肉羹。那我先吃吃看它的米糕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它是台南起家的。台南起家的。啊。那我们先吃个米糕看看，它的米糕蛮黏，米糕的咸香味很够了，但是我是感觉好像少了什么米糕的味道。他们家的口味都偏甜。他们的肉羹，有种炭烧味，炭香啊，跟木头那种炭香，对，有一种炭香味，但是说不出来的一种味道了。是不是少了一种肉燥香味？肉燥吗？我是可能这是他们的特色啊，他们没有用肉燥。可能吧。然后它的肉羹味道确实是偏甜，可是不能吃啊。那个很有台南的那种味道，它这里还有很多酱料，你可以自己去使用，还有它的特制辣。牛肉饭蛮吸引，肥肉很多，你应该会喜欢。我吃吃它的卤肉饭，看看。牛肉肉质大，我不知道太好。然后这个肉燥饭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肉燥头被熊熊吃完，就一个淡淡的卤肉香。试试看它的特制辣，它的特制辣是属于小鱼干制作的辣椒。它的辣椒我觉得不错。然后小鱼干的味道香气，它这个特制辣扣度很大，很辣。你要吃看吗？而且加了特制辣以后，米糕变好吃。哦，所以它的米糕要加它的特制辣。它的特制辣就像你刚说的，有没有加小鱼干啊？所以它的小鱼干加下去之后，它那个辣椒。变得比较有那种鲜味啊，那我们待会下一间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家北屯松竹路最近蛮夯的一间可颂店，它是咖啡甜点店。对，咖啡可颂甜点店，然后那个可颂都很漂亮。它是提拉米苏口味的。对，然后它还有那个咖啡。就是让你注入下去的咖啡，是不是？要吃吗？为什么？咖啡。你知道有一只狗，它走在路上，它名字叫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叫咖啡。你杀了我吗？然后它里面有分内用座位跟户外用的座位，它二楼是会议室，可是我觉得一楼的空间实在是非常的小。对。可能就是想要让人家体验那种户外的感觉。我还要点一个。升糖拿铁加一杯奶茶，然后来吃一下它的可颂味道。
它上面写的是马斯卡彭，然后撒上可可粉，很好吃。马斯卡彭就是提拉米苏里面的乳酪。对。然后我来喝喝看它这个升糖咖啡，喝喝看。嗯。带一点苦涩味，尾韵有点酸度，甜度我觉得蛮刚好。什么是升糖咖啡？什么叫升糖咖啡？不知道，名称罢了吧。不然什么叫升糖？喂，蛮好吃的，而且它的可颂有很多种口味。而且它这里没有给你预定座位的哦，就是你一开门进来，你就开始可以找座位了。它采自由入座啊，自由入座，对，所以你一进来要开始抢位置。我们试试看它的马斯卡彭的可颂，这还有瀑布，它咖啡很香哎，它的可颂算酥香啊，有酥香，尾韵带有一点奶香，卡彭部分蛮绵密的。它刚开幕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想来，但是听说等一个可颂要一个小时以上，人太多了。不过现在已经差不多退潮，好吃是不错吃啦，不过。对我来说的话，偶尔为之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下一家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叫做大连路，大连路的，它叫大连大鹅肉串。啊，这大连路上面的大连大鹅肉串。它、啊、这里我是蛮喜欢吃他们的蚵仔面线，这是我们的爱店、嗯。对，这、就是我们的爱店，我们常常来这里吃蚵仔面线。像我们刚刚还跑去买了一家现在网络上不错的饮料店，然后它的奶茶很多人推荐。它的鲜奶茶，嗯，它是整罐 Buttermilk 的鲜奶。对对对，我点的是超人气招牌卢哈娜鲜奶茶。然后点他的鲜奶茶，还可以免费加茶冻，很好味。熊胖是比较喜欢加他们的蒜跟辣椒，那因为有熊宝的关系，所以我那些吃也会试试看他的大肠，都卤的蛮透的。我是觉得牛味的就很有那种柴鱼味，但如果说加上他的蒜头跟辣椒的话，我觉得更好吃。因为我们今天点的是综合面线，然后它有牛肉跟大肠。但是它在里面的东西比较不多，不多，但是就客满了，就下架掉了。中午吃用餐时段就客满，那先吃它的牛肉汤。因为它小干蒸煮的很有味道，它的牛肉很鲜的、啊，有点像公园有一种叫做牛肉脸，对吧？我知道，就有点像牛肉脸的那种感觉，很好吃。然后。这边说他们的鲜奶茶好喝，我喝喝看他们的鲜奶茶。一般来说，熊胖是不太喜欢喝鲜奶茶，我比较喜欢喝奶茶的话，我比较喜欢喝奶精的奶茶。喝喝看，都是茶冻的味道。你觉得茶冻蛮好吃的？啊，这茶冻的味道没有什么奶味啊。我想要加他的辣椒吃。他辣椒很辣、哦。自己做的吗？应该是自己做的。那你先吃，上，最先吃主。我之前吃它的牛肉不是卤的非常入味，而且那个卤香，再加那辣椒素材。我在帮你挖鞋。很辣。一滴就好。它的辣椒很辣。我真的加一滴就好。嗯，它辣椒好吃，但真的很辣。对啊，很辣。然后我们另外还要点一个茶碗，好喝看。有点像乌龙绿，它有那种乌龙的味道。我喝到那里还有卖那个水果茶，也想喝喝看。改天吧。来，它的扣碗，它的扣碗也还不错的。扣碗就是 Q 弹。要加辣椒吗？一滴就好了啦，很好吃哎、欸。我觉得太辣了。你刚刚加太多了啦，我加一滴刚刚好。谁加的？还敢讲吗？他叫我他了，他指使我。
那综合以上，我是觉得这一家算是熊胖一家的爱店。好，那我们来回下一间。好，我们现在这里这是新一点力黄昏市场，那这里面有一间叫做五羊点心铺，它是属于比较里面的、啊。那什么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这个应该是开盲盒高丽菜包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包？红豆。对啊，叫高丽菜。菜包，菜包，菜菜，蛮香的。它、啊、这是鲜肉包，它、啊、这是你的红豆包。红豆包，它比蛮猪排的，外面是酥脆，可是中间是会回弹的那一种。然后它红豆的话是用白芝麻，鲜肉包是用黑芝麻。这鲜肉包就有点类似以前人家很流行的那种港式肉包，有没有？而且它有汁哦。对。很鲜呐、啊，好吃，它的肉很鲜，它还可以就是买冷冻回家自己煎。不过通常是这样，你买回家自己煎的哦，跟你现场吃的是会两码事，那手法不一样。对。然后我们有用他自己做的辣椒酱，吃一下。嗯，很蒜哦，蒜香味很浓厚，但我觉得没有辣辣的口感。没有说很辣，可是我刚刚只滴一滴，我就觉得很够咸。它还有一个叫做金泉辣椒，它的辣椒全部都是放在旁边，让你自己去夹。它有给你塑胶袋，然后它的酱料前面不是有摆一堆芝麻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有。然后原来是可以给我们自己拿来撒的。假活啦，假活啦，假活啦！那想想，应该不是，人家是拿来就是粘在那个水煎包上面。对啊，那、啊、你的红豆饼口感如何？红豆啊，红豆什么味道？红豆甜，没有甜，甜不甜？不不甜。你长得一点都不甜。它还有金泉，我刚刚用了一个金泉辣椒，吃吃看它加辣椒的味道。哦，它长得甜，它这个开始做了。嗯、我的是金泉辣椒，还是跟冬泉有差？冬泉比较香甜，它这个比较没什么味道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它内馅比较不够。对啊，它都是现场包，包那个高丽菜，我看那个高丽菜好像包的很扎实。那个高丽菜很新鲜。它卖的其实也算平价，25块，一个25块。好，那我们待会下一站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军工路跟军和路口，这里有一间老北京葱油饼，它有卖一些红豆锅饼啊，还有绿豆锅饼之类的东西。猪肉卷饼，猪肉卷饼。当然，它最知名的就是它的葱油饼，然后它的葱油饼可以加蛋不加蛋，我们已经买好了。它的一个葱油饼加蛋是15块，对。然后不加蛋的话是35块，我们先吃吃看原味的。它的葱味不够明显，看似很多葱，可是我觉得它就是不够明显。那、啊、我觉得吃起来是分离的，皮是皮，葱是葱，胡椒是胡椒，啊、蛋是蛋。它、啊、不会卖的比较好是卷饼类。嗯，对啊。如果是我，我会觉得在家个人啊不合口味啊。放加辣椒看看，它的辣椒好像特制的，来吃吃看它的辣椒。滴滴，哦，怎样？好像吃会拉肚子的那种。老实讲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吃这种加蛋的葱油饼。喜欢的人就喜欢了啊，我熊胖是觉得不太合我胃口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走，下一家。好了。我们现在在东花荣，是不是东花荣控肉排骨？啊，这里晚上营业的话是从4点开始，
我四点开始营业，不过今天可能生意太好，他的餐桶他只剩下味噌汤。我今天点的是他的招牌扣肉饭，然后他的扣肉饭是属于三层肉，然后他这里有个卤猪排，比你大卤猪排，他这个猪排蛮香的。还有吃吃他的扣肉，以往我们好像很少会去跟大家分享扣肉饭，超级少。但是因为他这间在 IG 啊，还是 FB 啊，蛮多人在分享。对啊，店里面会播一些复古音乐。对，一起带狗进来。有三餐厅。你吃个饭。它的肥肉很嫩，感觉不油腻，哎，吃起来有那种回甘的感觉。它的笋子蛮香的，就是它处理的不错，蛮香的，有那个香气。吃个看看笋。卤汁啊，它这是卤笋，卤的笋子，不是一般的那种卤笋。我们吃吃它的饭，看它的饭好不好吃。饭不够，它的饭有内力分。它一碗扣肉饭80块钱，那你如果要做便当的话，它就是100块，还会有小菜。那我刚刚有喝它的味噌汤，它的味噌汤其实柴鱼味道蛮浓厚的，然后海带是蛮多的啦。啊，它的肉排嫩吗？嫩啊，你那个肉蛮好吃的，就是一夹就。对啊，它卤的虽然说好像没有很烂，但是吃起来是软烂的那种。那它这里面的座位非常少，加上他们自己食材所占的位置就一个桌子，然后剩下4个桌子是给客人坐的。它的猪排跟一般的有点不太一样，那猪排还吃得到微酥的口感。可是，一般不是哦，一般它就是你摘下去之后没多久，它就整个软化。今天我们在北屯区这里，我们跟大家分享了7家美食小吃。当然，也有的我不是特爱啦，尤其是那个葱油饼，不是很对熊饭的味。那这个扣肉饭，我是觉得不错吃。那这7家，你最喜欢哪家？菲菲最喜欢5家。啊，最让我傻眼的是那间可颂。今天北屯区的美食过客，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每月份的频道，点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，追踪我们的 IG， 然后小铃铛才会收到上面通知。喜欢我们这部影片的，请帮我们多多按赞加分享。我们还有更多美食文章，请多多关注我们。如果可以，请不吝给熊胖一个超级感谢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干啥？我胡话了。咒术回战，领域展开，无量空想。咒术回战，你这是平飘逸哦。那是咒术回战，那平飘逸。网络上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，说你的手指头，你要停车位之前，然后手指头用这样。对，这是说法。然后念那个。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？刘德华只要说谎，他就会用这样。我靠，那是咒术回战。就是你在讲停车位的时候，你用手指头用这样。对，然后还有加上咒语，什么咒语？反正就是在加咒语，然后还要念几遍，然后你只要一过弯就找到停车位。真的假的？你改天可以试试看啊。好，想看我们去哪里吃什么，欢迎跟我们说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